主料：肉丸100克，青瓜50克，紫菜15克。辅料：盐、葱、香油。基本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，肉丸略洗切成片，葱洗净，紫菜备用，青瓜洗净去皮切薄片，葱切瓜。锅里放入适量清水烧开，放入青瓜和肉丸中火煮5分钟，让青瓜煮出味，放入次糖煮滚，调入适量盐，基本放入葱花，淋入香油即可离火。烹饪技巧：滚汤力求清淡，尽量少油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